线不及，泥流滚滚，还不断喷出水来。重机骑士骑车经过，一个个小心翼翼，但这泥流太大了，还是有人当场摔倒。机车就卡在马路当中动弹不得，其他车友见状，两三个人一起合力才把机车扶正。这是在阿里山韩西尼往竹山统头的路上，午后山区瞬间雷阵雨，雨势滂沱，山区道路排水不及，瞬间积水，真的好危险。还好骑士伤势不严重。这种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持续，民众行经山区一定要特别留意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